其实我们俩看起来一点也不合适，他喜欢早睡早起，我却喜欢熬夜打游戏，他吃饭总是清清淡淡，而我却无辣不欢，他喜欢为我制造浪漫，说男生也可以拥有惊喜，而我似乎很多时候对浪漫过敏，丑态百出，可那又怎样呢？土豆和西红柿原本毫无联系，但土豆变成薯条，西红柿变成番茄酱，所以因为我们相爱，我们互相包容，逐渐适应，土豆和西红柿也可以成为绝配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二周年纪念日，我要在最爱我们的人见证下向他求婚。不是他啊，也不是他，也不是他。那个你好，我的求钻戒。你好，这是您升级换款的第二 heart 真心戒，寓意真心换真心，与你相守到底。第二所有产品一生只送一人，签订真爱协议，终身不删不改，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人的承诺。回来了。你咳嗽啥啊？快点回来了！闺女，爸，你们这是干啥？把点话说啊！这么多年，男博士对你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这今天呢，我终于放心了。因为你手真好看。你来来来，媳妇。宝宝，我们可能不是100%的契合，但我们彼此的爱意让我们相互包容，成为了最适合的人。这名义第二钻戒代表我全部真心，我想让爸爸妈妈见证我对你的承诺，这辈子会坚定的爱你，守护你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儿子怎么拿回去了？我愿意。所以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，只有坚定奔向彼此的两颗心。